亲姚喜莲不幸去世，享年85年。虽然有遗憾，但幸运的是，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聚了。而另一边的陈百强也并不太孤独，而何超琼一直没有恋爱，现在61岁了还是单身。不过他开始完成父亲的愿望。多年前，赌王何鸿燊花费6000万将我国流失文物马首从海外收购回来，送回到祖国完璧归赵。但是何鸿燊没能等到，就已经去世。2年后，何超琼替父亲完成了这个愿望，亲自将马首送回到圆明园。